咱这相当于农忙结束后，可以先定定想干点啥吗？咱得赚钱呢。对。第二季呢，我觉得我想种的是可食用的玫瑰。按照市场价最低40元一斤的话，初次回本就是24万，啊，它是可持续结果的一个东西，半年内是可以向市场抛售2批次草莓。好，毛总啊。老师，老师好，老师好，大家好，干活呢。怎么有股领导的感觉？干活呢？咱们去大棚。好的，这是棚，这是棚，窝里大棚。虽然现在漏风，咋整呢？咋整？咋整啊？非得种吗？那可不得种吗？你把它当成一个景在看吧，就觉得挺好。但你把它当成活在看的话，心情不一样了。心都没有缝了，就是感觉有点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你像把这件要干的事儿得排一个优先顺序，得先把垃圾给铲出来吧。清理垃圾跟维护同步进行，一下子这么大都不知道该怎么干了。迷茫了。少年之家今早吃什么？回归了啊！说的多有底气。对，来得及吗？来得及，反正快好了。35好了，5分钟，大家拿手里面一人一个揣上。我们反正明天8:40上车，咱得走了。然后人家师傅9点到。明天8:40不坐在车上的罚款2000块钱。罚我2000，2000，认真的。快走，快走，还有3分钟，还有3分钟，还有3分钟，2000。早上迟到要扣钱，3分钟，3分钟，烫啊！上车，上车，上车。 啊！呼呼！上车，上车！上车！小童，快，再犯了，拿馒头。谁没上车？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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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到齐了是吗？走。九。哦。我的。 掉沟里了他！哎呀，是心疼的声音。不是现在动不了，现在不敢动。我笑死了，掉沟里了他们的车。谁开的车？陆卓。完了，这 buff 又加成了。咋办啊？ 9点钟之前没到，也要罚2000哦。啊！哦，那个嘴脸呀、啊，哦，他怎么能开沟里了呢？这地儿有沟？哇，这是个坑啊！不是，你这样，你坐这上面先别动，我们三个下去推一下，三个下去会。哎 会轻一些，是得推一下，圈能推动吗？来，你是倒车还是前进？我前进往右边走。好，3、2、1走，3、2、1走，3、2、1走，3、2、1。踩。OK， 什么东西？哇，怎么冒烟了？里边都。哎。 我是真没想到过，快走快走，不能输给他们。完了，我们9点前到不了了。你们放心，放心，你们放心。我让李浩这小子给我猖狂，让他给我笑。师傅，Hello，柯师傅 ，Hello。 它这个可是可以往下放的哈，可以放的。这车很高级。开门大吉。把这个石头，等于挖机，我等于挖机。挖机直接搂是吗？嗯。你挖机准备挖哪里啊？就里面那些树啊，包括那些中间的什么？对，主要中间跟后面的嘛。把垃圾推一块儿。对，然后到时候把翻斗车开进来，直接往翻斗车上挂。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弄玻璃去了。弄玻璃。 就抓紧了，不然该抹完了。来吧，干呗。
大哥，我们的策略是先把中间搞了，行，一点点退出来。行。哇，这好多杂草啊！来，我帮你，你帮我，我帮你吧，我帮你。啊，拿呀！抬不起来啊，拿呀！ 大哥，啊，你像那个舞蹈演员有一个彩带，<笑>我直接从那头拉过来。对。哎呀！哇，这也太多了吧！这边还有好多地膜呢，贼难弄。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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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那前面小推儿还能动啊？这个被石头压着了。小何，你踩一下那石头，我们动不了。 帅帅帅，像个破坏机器。小何，你用你的推土机看那个辣椒地能不能推一下，从这边推到那边。推完是吧？还是这玩意儿快啊！连根拔起，一个挖机顶所有。可以，技术越来越好了。OK， 好样的，哇哦！ 好长啊，这杆儿！我们搬过去得了不？对，也不远，拿这个捆起来。来吧，玩个大的。来，输的全搬出去。赢了的。对对对，赢了全搬完。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完了，我也不想等预感。来，玩点大的，咱你说。 谁一共输了三次？搬五袋，连搬五袋。来，石头剪刀布。恭喜李根云，李根云，李根云！啊啊！我要玩把大的，我下把我要一次性搬完。石头剪刀布，快点搬好，码好。啊！滚！别打蛋。哎哎。 没事吧？自从你不跟我，我有一种非常好的预感，非常好的预感，我有一种非常好的预感。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哦，李根云，李根云，小唐啊，谁搬出去这么多根呢？我觉得是我，真事儿。来，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布。赵小腾，赵小胜，赵小腾，这种操作都是小事儿。今天输怕了，是不是？观众朋友们，一定不要当赌徒啊！赌徒没有好下场的。最后一根，最后一根。哎呦，还有啊。 玩的好大，这些小重量，都不够哥们儿卧推的，够不够哥们儿卧推的？来，力王，哦，哦，真拿到哪儿？真给我把车挪上来，啊，行，把车子放下来，走了啊，哦，哦，我们不用跟着，不用，小事儿，哎呦，哎呀，小事儿，哎呦，哎呀呀，阻挡我只有门的大小。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哈哈哈哈哈！还跑起来了，喂，哇，劳动最光荣，我又光荣了。上来坐地，你会上这种杆子，让你坐不出来。
是吗？哦，那这样小童搬回来。没事儿。小童。啊。小童。缝了杆子是有用的，得搬回来。谁说有用啊？有啥用啊？来种黄瓜啊什么的。我们不种黄瓜。哈哈哈哈。还有垃圾吗？那边。有，垃圾还能没有？我们垃圾多得很。 咋还有这么多呀？我感觉跟林考试前没什么变化。来，往上举，来举，哦，哦哟，人家都是一直一个人，挺简单的。 我们学一学，我觉得是能装的。你知道，张元，啊，你是有个优点，叫自信。那你也有个缺点，叫盲目自信。还好，真的。你给我上来装一会儿。好啊，我们装上面了吗？可以的，相信我已经摸透了。好，你好，好壮。那你看，装吧，装吧。好。 师傅，你在下边指挥一下就行。没事，我走。别，那我上去。弄展啥什么弄啊？艰难，你给站稳了，你别我一上去这玩意儿塌了。弄行啊。哦，哎，那我不得走啊？你来，你抱这个。 先放底下，等一下，先放下，先。我觉得我搬这里好一点。不是你别卡下面，你手在上面呢。没事。来，三二一，走你。先放底下。好，先放底下。张元，先放底下你的手。手拿走。好。手拿走。好。你掰一下那个条。好，你先用点劲儿啊。 OK， 不行，这里不行，卡着了，师傅，往里退。哦哦哦哦，你说。OK， 中了，然后就上螺丝是吧？嗯，先打上面吧，师傅。就打这边就行了。啊，打边上行啊。啊，对着这个孔打哈。啊，你对着孔打吧。好。咦，你使点劲儿。哎呦我天哪！好。 好，你们下来吧，上面让我们弄。好嘞。我嘞天爷，真难装啊！就按我们把下面的安上就行。好。一块、两块、三块、四块，四块干完，这不一下能干完的事吗？来。哎呀。 这就对了，得再往右边去。不是，这左边卡死了。卡死，这右边已经卡死了。这哪是插什么？还要吗？要。这是装饰。哎呀，这咋感觉比我盖个大棚都难呢？这样呗，我们收这边呗。来，一起抬吧。哦，这儿拖一拖，下面。哦，走。哦，我好重点。来，小心手。哦，我的妈呀！这垃圾是真多呀。 我留着了。哇，这个叶子好绿哎！送你了，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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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着了。哇，这个叶子好
应该快回来了。行，红包。哎呀，好久不见，红包。哎呀，想我了没？想我了没？哎呀，嘿，嘿嘿嘿。哦，两只蛐。好久不见呀。哎呀，真乖。想我了没？哎呀，想我了没？哦，闺蜜。小狼，不跟你们玩了，太吵了你们。他们啥时候回来啊？要用挖机搬吗？啊？没人接，还有什么？这边的塑料袋。Do you wanna die？ 哥，傻。Joker。三角形就稳定性，定三个就 OK。下一块。没人接。那是猪头的脸庞，将来的春光。世界是听来的模样，才美好的幻想。他们咋还不回来啊？这是谁啊？哎呀，回家 ，Welcome back！ 你们终于回来了，这谁呀？你看天气多好，今天欢迎回家。回来了，不能不想你，不能不想你，也许这不一定。他们呢？一个在那看水槽呢，还有仨，还有俩在那直播呢。我们正在海南。对，人家就说海。你去看我们那个大棚了吗？没呢。你当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下午那十吨有机肥啥时候搬呀？下午我搬。见面礼。见面礼给我，给你留了十吨。行，给我专门留了十吨。给你专门留了。我们特意从田里又捡回来十吨。太好了，太看得起我了。一颗一颗捡回来，捡了十吨，等你撒。行。整点吃的来，中午吃饺子。怎么吃饭？收拾了吗？没呢，我刚进来不到一会儿。看新地了吗？介绍一下产业。我就是路过看了一下，太豪华了，有点。你路上看到的所有都是我们的。太豪华了。我帮你拿。你带短袖了吗？带了。我拿件短袖。热死。走。跟我摘个菜呗，正好。走。今年地耕的真好。哎，今年完全不是跟去年一个级别的。没线哈，哇！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直，开的一个直，可以。你加点萝卜，这都能吃了。哎，拿俩呗。拿个两个三个，切点，不沾点酱吃。这走吧，四个够。这萝卜甜的一点都不辣。哇！
还是这么臭，熟悉的味道。还是回家好啊。嗯。这萝卜老香了。嗯。咱自己种的。其实生吃老好吃了。要不切条？都可以。我觉得生吃更好吃，你这。萝卜的本香。吃饭吗？吃饭。这不，把你妈那面的技巧学来，快点！我想吃你妈的面了。那面我跟叔叔偷学到了秘方。我妈教你了？叔叔跟我说了。是吗？我看见了谁？哎呀，哎，何子儿，这看见了谁？啥时候到的？刚进来一会儿。我现在看你太白了，有点不适应。我跟你说。是吗？对。那你这两天给我弄黑点。马上你就黑了，感觉饿死我了。尝一口，老香了。嗯，爆汁儿了。这真老香了，这东西。哦，太好吃了，无敌。快吃这一把。来了来了。吃吃吃！你回来的时候家里有人吗？没有啊。他回来时候我们都还没到呢。是不是很想我？想去朋友看看吧。可是有点垃圾。行。不让你收了。他看得起我。一堆垃圾等着你收呢。那块田好像还有一袋肥。哈哈哈！喂。一波，哎呦，啊，好哈，张宇，哇，咋的？二锅洗嘞。我吱吱声，别饭了，别管了。啊，这盘饺子和这个酱里的留着吧，给大哥和二哥他留着。哦，先把这盘给洗了。你这盘又不是你洗，你换个呗。我天呀，你做完了？你在干什么？我收完了，收完了，让我干点活吧。谁让你干的？不能干。让我干点吧。我们洗。来吧呢？这都整完了。哎呀，再多做一天。不用。必须用，规矩就是规矩。我们多做一天。特殊。哎呀，你们干嘛呀？我们多做一天啊，记录一下，我们多做一天。快吃饭，我们俩吃过了，我们俩吃了，怎么回事？我们给你们做了饺子，不吃？那你送出来啊！哦，还得我和大哥二哥亲自拿，不能喂到嘴里啊！走了，哎，出发！被冻住了。开玩笑吗？这不，你会弄这个煤气不？你开一下吧。你知道阀门在哪儿不？下面。这个的阀门在这儿。啊？这个号。两个吗？这两个，不是一个。你这这打开不？往左扭是开。二哥。爷。今早吃什么？今早是何主厨。哎，何主厨。对，何主厨。何主厨今早吃什么？炒鸡蛋。炒鸡蛋，牛啊牛啊！其实去年也有讨论过，就是做饭这个事儿，要不要就比如说这一季不要老是这些人做饭，大家稍微倒着换一换。就没信心的话，我们就按一带一，就这种。这是250一组，6789一组，134一组。那我就主要负责早饭吧，我蒸一蒸什么的，我应该还行。像个搞笑的头。
怎么这火那么小啊？我倒有太多了吗？这是，好像是有点多了，兄弟。你油都没煎好，没热没热啊？它都冒泡了呀！这个不能吃了吧？能吃，能吃。你等一会儿吧，再。哦，这个是你做的？这是高楠做的。哇，牛啊！哇，你还会做蛋糕 ？Of course。这个蛋糕制作方法很简单，买。嗯，又开始了，吃蛋糕变身啊！你是你的变身器啊！你这个蛋糕是？你知道什么？糊了，不，它就是稍微有点糊才好吃。啊？做啥你吃啥？你有什么意见？我在等啊，我在排队啊。你为什么不排队啊？你没素质。你看我们都排着队了。我有素质还是我吗？我没有素质。你没素质，你吃什么饭？我不要脸。耶，好。杭帮菜啊，今天。我尝一口。哇，这个鸡蛋我正好，好喜欢这种。耶，这个人怎么插队呀、啊？这人是谁？戴帽子那个？嗯，没素质。为啥呀？嗯，这是煮熟的是吗？煮溏心的。溏心的。哦，那我是煎鸡蛋。要不再煮会儿鸡蛋 ？It's OK。其实它只是没有熟透。可以的。是熟了。不要担心。这是这种生生的好吃。对，这样的鸡蛋才叫做有营养。这样鸡蛋有营养。对对对。这个鸡蛋暗米也好吃。好吃。走吧。走，今天的 KPI 一人装十袋。站起。哎呀，天哪！好冷啊！啊，屁股好冰啊！我的天哪！享受到了喝热水的快感。多喝热水是有用的。先出发吧，走。我结冰了，我塞，沟里的水又结冰了。去年咱这通沟水有这冷不？比这冷。有吗？有。这冷多了。你抽抽。哇，这是碰。牛啊牛啊牛啊！大棚里暖和。垃圾们。啊？骂谁呢？哇！垃圾们，地里的垃圾们，你带着我们捡呗，可以啊，指哪打哪。来吧，扫雷似的往那边行进，除了土和树叶的都捡。来，横铺着扫荡过去呗。可以啊，我们先干 A 区呗，就这个那挖机直接进 B 区。可以，把这样捡不了，怎么捡？走，今天的 KPI 一人装十袋，还干。这下边怎么还有垃圾？以前的大棚膜，咱把地膜堆上一块统一拿吧。这边慢慢修吧。对，这边且得收一阵呢。哎，这谁觉得晚上冷的？有被子？少奇不是要住这儿吗？对，少奇，你不要住这儿吗？被子，被子都有了。这都啥呀？这都啊，好多垃圾，就像我的人生一片废墟。我上辈子可能就是个垃圾桶，我上辈子是个扫地机器人。我们太会捡垃圾了。哎，鸡蛋，哇，鸡蛋，这底下绝对有宝藏。好多饼干啊，地上还有麻将哎，来七条。你的二饼在吗？快。三哥的麻将能凑齐了，感觉这边成他们的生活区了。这个要不要了？动力检测仪。哎，这留着，这我到时候梁大鹏能用，这测绘的。哎，太棒了，我还在想在网上买了。啊，这玩意儿也能用，这个壶。兄弟，咱们第二季咱们做大做强，不是我们不收破烂了。从捡垃圾队的。就我把这些。你去扔一波。行，大哥，走。你看这边瞬间干净很多。对。我觉得一天能捡完，真的。
很快的。捡一个小垃圾，两个小垃圾，三个小垃圾，找到第四个小垃圾。哇，死老鼠！真假？真的。哇！啥？我天哪！才看见！我才看清楚。哦，翻脸啊！翻脸啊！翻脸！天哪！耗子会怕耗子。李浩，你怕耗子？接着干，接着干。来，兄弟们，咱捡这个石头。大石头一会儿让挖机来挖，我们捡这个小石头。来吧。我的天哪！咋了？这个石头太……哇！哎。大力王，哎，我的妈！我来，他欺负你是吧？我可以，我这啊，完了，大哥差不多了，给大哥准备一下吧。干不动了，我天！大哥差不多了。大家准备一下，新王登基了，新王登基了，都准备庆祝啊！陆卓来，啊，来陆卓，来玩个大的。今天如果我搬不了，我叫你哥哥。好，陆卓搬不了，他真不行。我不行，我就不经鸡。你真不行。你绝对不行，我不行，你说行不行？不行。李浩到能，你都搬不了。我搬上去。咱不要逞能啊。你给我看好了，李耕耘。这。哎，不然算了吧，陆哥，算了吧，不行，算了吧，算了。天天去健身房拍照就是这个下场啊！来，哎呀，好了啊，哦，好了啊，知道你的力量了哦，好。没有，你注定还是要给我点头哈腰，叫我三哥好，明白吗？哎，就大不了叫人三哥好得了。哎呀，没事。怎么了？李耕耘，哇，他就是不想哈腰。男人，猛的。哇，真的好重，这个，这很沉的。苏梅，他能抬起来，很重。来，一起搬上去，这真的很沉。李耕耘行不行？我不行，好重，很重，这个，这很沉。一二三，一二三，来，我想听了，啊，想听了，三哥好。下次你选一个东西啊，把尊严拿回去。认输了。K.O. 你等着你。今天晚上健身。你也要健身？带他练一个月，拜托秒杀你！现在我就秒杀你！哦，你试一试，来，周一波，决斗！来，要干仗了！来，又咋了？又打起来了！我看你的健身成果。来，如果你要是赢了，叫一恒哥，说叫博爷，博爷行啊。第一届菜鸡互啄辈分之争。掰手腕赛正式开始，好紧张！王一恒健身了一个月，哇，王一恒有进步的。王一恒，看到没？想想那减去的脂肪，想想你付出了多少汗水，狠一把！加油，拼了！不要浪费这段时间锻炼。叫哥，叫一恒哥，一恒哥。哎，什么？你没有吃饭吗？我听不见。大点声，我听不见。我告诉你，你等我半个月。可以，我给你练半个月。就像李耕耘早上起来跟我说，二哥好一样。那请安，来。
我把你秒了，以后每天早上看见我叫三哥早，听到没？我如果我不说秒了你，我如果赢了你，每天早上起来你要对着镜头说二哥早，来，好，三二一。大家可能没有看到，他刚刚小脚一翘，鞠个躬，先鞠个躬，喊停停，来，不是，就三哥就行，来，三哥好，哎，看见没？通过健身你可以拿到尊严。好羞耻，怎么干活吧？可以，这片地挺干净，今天上午收拾。干完一半我们。我觉得下午这一片没问题。李耕耘，你有没有惊叹到我们的打扫卫生的能力？家政级别的打扫。是不是很干净？那边都收完了，就等装车了哈。要不咱先把那个建筑垃圾啥的都清了，那个石头它都靠边嘛，反正也不碍事。反正早晚都得弄。对，早晚我俩已经有点强迫症想把它弄完了。那一块呗，来一块。就顺着这个边把目之所及的全拿走。行。你们好快啊！我们俩一上午吭哧吭哧，吭哧吭哧是干一半，我们，我这还人多干得快。人多点呢。我在下午这一片差不多。那中间那一堆得收拾收拾，收拾挺久。你们知道这个怎么解吗？就像解开你的心结一样。我们卸了是不是就基本上结束了 ？A 区结束了。好。OK， 大哥，来，一二三。哎呦，哎呦，铲子断了。嗯，没事，我拿棍儿捅吧。耶，哇，好干净啊！突然感觉一下子。对。干干净净的，打扫过和没打扫过区别挺大的，的确是，看着舒服多了。嗯，其实这主要是还没悬呢，一悬差不多。咱往那片收呗。有的。哇哈哈，那个好多呀。先把这半个捡完呗。你怎么干了这么久，还有那么多袋儿啊？嗯，嘿，嗨，你叫什么名字呀？嗯，我们迟到是好朋友的。兄弟们，哎，搬一下龙舟。啥？搬龙舟啊？搬龙舟是吧？给你舟了。哎呦妈，这么重咋搬呢？所以说。五个五个一边呗，好，来三二一走。啊，等一下，我这个位置不好走。得有人拿凳子哦。弟，你拿凳子，你看你那个跟你撑的跟一样的效果是，好像是。那边还有一把。啊，来来来，我来了。哎，等一下，这下面磕了个啥玩意儿啊？等一下啊。这儿。你们能不能行？能再抬一点不？走，撑不住了，干嘛呢？上面卡了个梯子，不行了，不行了，兄弟们，不行了，撑不住了。一号，快点，这梯子，快点，快下来，一号，快点。别松手，王玉环底下，都别松，都别松，用劲，用劲，哇！哎呀，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走走走。啊，快来人！快来了，来。啊！慢点啊，后面那个。他跟不上，哇哇！来来来，投下去投！哎呀，快放吧，我受不了了！来来来，哎，先其他哥我放凳子，我真受不住了！哎，慢慢放，慢慢放！啊啊啊啊啊啊！啊，我要断了，手要断了！放那儿呗！啊，健身这么艰难，我再这么快扛不住这么几百斤啊！太重了，这手废了，收垃圾。收旧垃圾，垃圾换盘儿，换剪枝，换菜刀。收旧垃圾，为啥这么多碎垃圾啊？捡点垃圾，别抢。
我只想捡垃圾。这垃圾也难捡。这个棚里除了该有的没有，其他全都有，这里真的是干废了，我差不多了感觉。差多了，差不多。那一片，啊，这边，哎呦，这，哎呦，我天哪，全都是，啊，干不完，我跟你讲。走，出一波，出一波。我去那边去收垃圾，你们回来，我来这边帮你们一块儿收那个边。帮我们？这大家的。什么那个什么？你看你抓不住。别动！再动我开枪了！吵架！你疯了！你别逼我！我怎么了？神经病！我捅你！安东亚哥，我把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你快快！枪口别对人，说多少次了？好嘞，好嘞。看你疯了，看你在发疯。等着，我捅你！安东亚哥。恩顿亚给，哇！我捏得我虎口疼。我的天哪，这边那么多碎垃圾，那片全是，很快就捡完了。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那个是那个风化的那个棉花。让你解释了，啊？人家问我了。谁问你了？你问他了吗？哦，我。哦，那都是个傻子，你说他问你了，你扯什么蛋？完了，有点病。你们谁每天往李耕耘吃的饭里加东西呢？他现在不正常。我弄死你！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我再说一遍。完了又疯一个。来抬脚，棒！我开了已经。你已经死了，我有防护罩。这人真的快疯了，收垃圾哪有不疯呢？不疯呢？来干们，来干们，你过来呀！我来了！住手！刀杀六人！这两天咋了？吃错药了？干活这么辛苦，疯一点怎么了？哎呀妈，这垃圾，这老些！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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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打死不能开挖机了，太累了，开挖机，太累了，开挖机。这都是啥玩意儿啊？这以前的人到底在干嘛？真的不懂。一二三，哎，不行，算了，放这吧。倒车，请注意。啊！哎呦，你给它别掉了，又卡住了。哎，那个转轴卡了一个绳子。来，转速方向了吧，哥？别把大棚给掀了。那边还有一堆呢，我都那边还没收呢。快快快，赶紧多装两车。嗯，这事儿你要给他靠捡捡干净，那得捡半个月。哎，咋还有这个东西这么多？别烦躁，这是一场修行和历练。别哥，你跟我说一下，不然我真的承受不住的。不会吧？我想一下，他能干些啥？拉你床上了？拉我床上那没啥，你别把电脑，别把所有线给撕的撕碎这种。听说红包闯祸了哦。不要咬烂小童的东西就行了。我天哪！哎。啥呀这是？怎么了？你把那个盖住干嘛？没事，他就他把小童的床给咬了又。咋了？
你又闯祸了，包包。不是，小童，小童，小童在门口呢，你快点处理，你别让小童看见了。这咋了？这咋了？没事，小童，等会儿再进。等会儿。哎，对对，问问你还无法承受，快收拾，快收拾。咋了又？咋了？那个床肯定没什么事儿啊，小童，你千万别在乎那床，那床一点事儿没有。没事，你别慌张，你看那里，没事儿，没，就这儿。真假的？你别掀开，你别掀开。真没事，那床真没事。没有。床真没事。床没事。你看那床，那床单肯定没事。床单下面绝对没事。床单没事，真没事。你别吓他。不是，我有一天回来，我所有的数据线全给我咬断了，就差我有个手机坏，你知道吗？一看前面全给咬烂了。我真惊了。你真的是破坏之王。我进。没干别的坏事吧？你下来！你下来！你哇！你又把我耳塞吃了啊！你又吃我耳塞，你吃了多少耳塞了你？哎呀，哎呀，包少也来了。这小子最近可不老实了，干了不少坏事。今天必须让你当众羞耻一下，为什么？本来以为他现在已经从良了，我们就放三号房，就让他，哎呀呀，放三号房让他自由行动。结果一回来，所有的数据线全给搅烂了。哎呀，这小子现在，壮壮也是，这你瞅这个，壮壮咬的，然后把我军大衣给我撕烂了。你俩师兄弟儿干的这事儿，师兄妹通气儿了，这小子只要一没有人在房间，就开始大闹天宫，真的是。就把你床垫子给咬了是吗？不是咬了，是。我们那个昨天真啊，我不知道。他不是吐地上了吗？还是？那个不是床上吗？那床上咋了？我不知道。我那个床垫儿，我才昨天才发现被红包咬了个洞啊。中间啊，中间。然后我说我这两天睡觉腰应该是刨的，就一看把少了一块是吧？把所有垫儿全就剩个钢架了。没有粘呀，我这个床垫儿，这完全是钢丝的，我天！我后面躺着睡腰，我天天睡在钢架上面。这垃圾多死了，快！我都不知道为啥。哇，全是建筑垃圾。这垃圾感觉就是看不到头，我不知道为啥，就感觉越收越多。这 C 区垃圾比 A 区还多，一堆碎垃圾，我看着都疯了。赶紧干，今天一块包饺子呀，冬至。好。今晚回家吃饺子，给它归到一堆儿就好了。Everything will be okay. Don't be worried. 糟糕糟糕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啦？这么多零食这里，你不喜欢吗？是你的。
我玩个大的吧，谁输了谁吃了。我师傅也回去。你别吃，2020年的。哎，少卿，你真的觉得我会吃吗？你都撕包装了。哎呀，这 C 区像是灾难一样，好多垃圾啊！赶紧干吧，兄弟们，必须得干完。啊，飞麻了。那其实差不多了，装车。够了够了够了，全是土。哎，菜这个，倒车请注意。哎，小沙。够了够了够了，这一根就有点，我真的会信。我跟大远去，我去。我累了。菜这个，哎呀，好怂！我已经感觉要没力了。啊，全是土！我天。对。那带把铲子了得。啊，歇会儿。这一车感觉特别难搞，满了。好。
三，一二三，吹吧。这个有种成年的脏垃圾被拉出来的爽感。这卸垃圾比上垃圾难。哇，累了。哎，我搞这玩意儿装得满得很。满了。啊，锻炼肌肉了，是。去！哎呦我去，给你蹬那老远啊！这玩意儿但凡能伸起来，一下子事儿。啊！哎，要不我们把这车给翻过来？疯了吧你！翻的、狗屎膜，我真是服了。哇，累啊！今天干完游戏吗？今天干完啊。没戏，主要这边装的快，那边卸的慢，是吧？对。你不如直接联系个能自卸的车不就行了吗？是，我在想租一个农用车，那种就是可以自己起来的那种。对，直接两车都倒完了，不然这样太慢了，还费时费力。对啊，问一下吧。李浩估计让刘总找，应该没问题。可以啊，问个人吧。他人呢？一、二、三。一二三！啊！天哪，猴年马月！哇，铲都铲不下去，全都是这个硬土块，不是硬土块，它是这个薄膜。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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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卡着呢？好像，哎，可以，可以一起来就可以，可以，这俩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咱也不知道天高地厚。阿南，咱们没有条件借一个那啥吗？大点儿斗车能翻的那种，这玩意儿太费劲了，拉好几趟。可以，但不是贵吗？哎，你贵，和你人工。哪个好？租一个吧。我先打电话给任总先吧，问一下任总那有没有吧。OK OK。喂，任总。喂。任总，你那有那种翻斗车吗？就是那种后斗可以起来的，我们拿来装垃圾用。啊，我问一下你啊。好，好，好，谢谢任总。嗯。吃饭呗，先。好。吃饭，吃饭。这鸡好好吃啊。给你。你不吃啊？我不吃鸡。为什么？我吃排骨吃够，没胃口。什么？没胃口。吃什么吃够了？吃垃圾吃够。吃垃圾吃够了。嘴里全是垃圾，我到现在嘴里还能嚼出那个垃圾的粉。为啥呀？你俩咋吃到的？粉尘飘进了。粉尘。你戴口罩了没？戴了，没用。下次不许逼着我们偷偷吃垃圾了。好。哎，给你留点。行。刚才联系那个自卸翻斗车。有自卸翻斗车就不用人跟了嘛，不然你老蹲呢，一耙子一耙子拉太麻烦了。哎呦，我就早上就这么说啊，那咱们下午就是那样的，都去那边捡靠近柱子的小碎石就好了。好，弄完今天就把这个肥也撒了吧，撒了直接过来卷了，吃完继续干，走，走，干活。今天高地他弄完了，不想弄那个垃圾了，烦。捡这些呗。对，捡这些小碎石。Joker。大哥，呜呼，耶！救星来了，耶！先装那边是吧？对。那等会就先从这一堆开始。嗯。哦。柯师傅，车来了，给你们弄。这车大，这车靠谱。这么快多了。
这个效率也太高了吧。很快的，早该那么干了。剩下的人挖机来就好了呀。我们现在干嘛？要把那肥撒了呀，撒了直接过来卷了。小哥要联系玄根机。行，我跟圆儿先打地平。好，走，干活。你这个点儿打的是哪儿的？柯师傅说，他说，两个柱子就是这个间距打一个钟，然后中间打个钟。你懂啥意思吧？我也不懂。懂了。你懂就行。来，开干。啊，咋干呢？我先敲着啊。我来敲吧。可以，多了。四。敲到三吧，再敲一下。然后呢？可以。然后呢？那七是啥意思？哼一下，咱砸完哪个就能记住。哦。然后那边也是三。再来一点，我其实一直没懂这个原理是啥意思。就是它现在是能够让这个面一直保持水平，就是我这个最上面的面跟那个最上面的面现在是一样高的，差这么多。对，来，咱打吧，可以。对，哎，往右边点，哎，有了，可以。那这里估计是要填土了吧？对，这儿都得填。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比如你换了地方之后，它那个地方的高度跟这个地方的高度也不一样。没事，看，再找这个平就行。这个点儿在最上边，好，看看这儿，对一下，这是不是？哎，也在最上边。每个点都会有一条线，每个线只要它的数值相同就行，这样子所有的就是一个面了。砸最上面是吧？对。可以，这四个都砸了吧？八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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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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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不去。下不去了，敲烂了，再拿一个。拔也拔不出来。换个地儿，打个负二。可以哈，往下走。往下走。你知道我现在压力很大，势必要整好这块地。没事吧？啊！哦！哎呦呦，吓我一跳！哎呦，拆了个大棚掀了，刚才。为啥呀？打柱子上了，刚才。我就知道会打柱子上。哎呦！哎，你是不是再放低一点？现在有点，就表面那一层，现在就表面那一层下边还是硬的。我看它土咋样。
还得再选一遍。这个不够深。这个有点低，它就表面。你把它放最低呢？最低了。但是下边还是硬的，你要把下边再搞松一点。再松一点。你过来。它现在下不去。我这选了两遍。啊，第一遍吧，它现在只是把这个土打碎嘛。这已经走了两遍了，刀下不去，干不动。它拢共也就选了5-6厘米吧。对，不是，你要这要重，估计有点。对，我怕那个根扎不下去。对。再选一遍。哎呀！陆爽，那这样，我先打电话给任总，搞个轮式的，轮式弄得深，全跟一起，两个人一起开，我给你吧。哎呀，那你开那个吧，我开这个。那你开这个，它里面有空调，我。那你选哪个都行，你去那个，要不你去那个，那你那个暖和，你去那个，你去那个，你去那个，我没事儿，我敞篷也可以，你去那个，我敞篷吧，我累点，没事儿。什么你累一点？你整这一出你？嘿，哎呀，车神，这地我今天势必安排的明明白白，板板正正。啊，这才悬起来了，这个才够深啊。这两个机器一起弄还是比较快的，这个深耕一下，那个浅耕一下，反正是这个已经过了三遍了，这个已经松了。我这也打了好多遍，绝世好土。要咱把这个地肥一块撒了吧，把这个抬到那上面就好了。哎。对，啊，等会儿，啊，我服了，这片稍息，这片，他这两分钟就喷完了，可快了。我来，哦，你喷吧，弟弟，我用手撒。我喷一个，那个黄三轮车，它那个那一排。好。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哪里不舒服？哎，转！你干嘛呢？不是啥？这是。能背起来不？能背起来。不是他。三哥，他跳了一下。来吧，走。可以啊，可以。轻点，我给你打开。别跳了，没站稳。他没站稳。不是，他原地这么一跳，结果那个一重量直接倒过去了。裤子滑破了！啊！啊！王一恒，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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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快去看。看他屁股。这咋玩过的？我这，啊，刚玩过的。你笑啥？笑你啊？我咋了？你咋了？我咋了？一晚上你就知道你咋了。咋了？王一恒，我说一个事儿，你得感谢，你得感谢你妈妈，你真的你得感谢你妈妈。咋了？你回去就知道你要感谢你妈妈，一定要打电话给感谢你自己妈妈。咋了？他太热了，他太热了。咋了？你很热，对不对？很热。热吗？你应该很热，应该的。咋了？没事儿，没事儿，再加点，装点肥喽。联系了吗？不是他穿秋裤了，是、啊，他要不穿秋裤，他不就感觉到了吗？这啥质量？这裤子。大哥，我，咋了？为啥呀？哎，什么时候开的？我咋每一季都要烂个裤子呀？第一季搁前面，第二季搁后面。我估计你刚在这摔倒的时候搁的，挺好看的。得亏我里边有秋，没事儿，里面有秋裤。走，干活去。我去摸一下土，贼松，贼松，好是吧？你往下掏，这土太好了，天哪，全是这种细土。对。哇，哇，我要陷进去了，软软糯糯的土。我亲娘嘞，这是土啊，这才是土啊，哇。这地真好，这地种啥长啥。咱们终于有软的土了啊！这土太好了，这个土是我去年一直梦寐以求的土。哇，好软呀！收工了。哇，你看一个大落日。这里也能看夕阳，哎。像个仙境，哇！真的，那边看着好治愈啊。这是一幅画吧？哎呦，哇，太漂亮了。哇。找啥？这垃圾，这老些。哎呀妈，这不就是垃圾堆吗？我天哪！我们这是从垃圾堆里筛土。我天哪！哎，我们有没有给这个棚起个什么名字呀？少年之棚。这杆子往那边都是辣椒，这一溜是空菜。问了，你俩商量了吗？没商量啊。你商量啊！我说了算，好，你说了算。大哥，大哥他说了，大哥你，他说空菜这个门你够不够？这个门你够不够？不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门往那边都是种辣椒。他说，我说空菜种哪？他说空菜爱种哪种哪，跟我没关系。知道了吧？他说的，你刚才是不是这么说的？经过三天的清理垃圾，这个大棚呢，终于恢复了它原本的样貌，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开展我们后续的工作了。这个大棚呢又高又大又现代化，希望我们可以利用好这个大棚，把它变成我们心中想要的那副模样。回到地里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之后，就该赶紧投入到生产中了。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可能面临的困难也很多，但是我们的惯例就是所有的困难都不叫困难，希望之后都可以顺顺利利。
没想到这次不是割开，是摔开的。我真的就是真的挺无语的。得亏穿秋裤了，谢谢妈妈，谢谢我妈一直让我穿秋裤。这个秋裤始终是穿对了，没有错缝。之前在后斗门58号，每天都能见到世界上最漂亮的夕阳。但这次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场地，新的大棚，最后我发现，哎，可能和地方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某一个时刻，你觉得很幸福，陪在你身边的人，你又觉得很有安全感，所以那一刻，可能对你来说，这个夕阳是有无限意义的一个夕阳。新一年的展望，我还是希望能够脚踏实地的度过好每一天，认认真真的过好每一天，这样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个经历是非常重要的。正好正是我们一起回家过的第二个冬至啊，大家一起齐整整的，不像去年那么着急忙慌了。我觉得以后我们在一起过的日子还有很多，一家人嘛，来日方长，我们温馨团圆时刻就吃顿饺子。哎，我们去那边合张影，就是没种东西之前。好，拿一把土。OK 了。收工啦。今天这个冬至啊，把我们的菜备一下。五个够吗？可以多整点，整六个，六七个吧。六，来年六。好。那啥饭让整个秘书处倾巢而出？那秘书处怎么都来帮厨了呢？今年这个冬至就非常的不一样了。我们的食材啊，就不仅来自我们这个三墩镇的一些农贸市场，还有来自我们其他各地爸妈的爱。感觉现在是过年了，有种做的都是那种过年的下饭菜。这个牛肉丸放置解冻，这能解得了冻？主要是你知道吧，那个水虽然冷，但是它至少比那个牛肉丸温度是高的。主要这天太冷了，这池子一会儿都冻了。真太冷了，真的冷。被冻住了，我的妈，全是冰啊！哇，呜，手套冻里面了。呜，这大冰坨子，呜，冻死了。哇，这茄子放了一会儿，梆梆硬。这小风吹的，哇，好冷啊！今天停哪儿啊？奶油厂啊？就停这儿吧，周哥，咱少走两步就冷死了。我停在厨房附近吧。对，我觉得你拐回去是非常明智的，真的太冷了，下不来。我都不知道去年是怎么在外边包的饺子。太冷了，冷死了，冷死了。哎，其实咱可以真的可以在那个多功能厅包也行啊。可以去那边和面啥的。哇，这全吹走了。这风太大了。去找两个盆去那边多功能厅和面吧。和面会和面吗？我会。好，明白了。你要用鸡蛋和面吗？不用吧。加，然后再加点盐。行。我从一个兰州出来的，若是不会和面的话，那可真的是有点尴尬。反正就是粉和那个和水就一直和就对了吧。那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啊。好，那我觉得我会，我可以和面。开始战斗姿态。我得切皮牙子咋的？大哥，切个葱谢谢。切段啊？对，切斜着的，斜着的，你知道啥是斜着的吗？我 of course 知道。大哥，哇，大哥连这个斜着的三个意思都不懂了，你怎么跟大哥说话呢？不是，哇，我斜死你，斜着的，你懂吗？然后呢，切了放哪？给我，给来。你现在有种领导的架子，给我，切完给我。
行了行，你懂吗？好的哥，好的哥，好的。你会吗？很凶啊，大哥啊，再求你个事儿呗。说，切点葱花。好，葱花。对，就是横着切那种。哎，要求很多，刚才斜着切，现在横着切，你一会儿给我竖着切。直接对我不满很久了。换篮切，换篮。来，手伸出来，手伸出来。他说你还没好。他说来，太冷了，我天哪。记着的是羊肉是吧？对，羊肉皮鸭子。我羊肉馅儿饺太香了。花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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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椒。我让他加蚝油，生粉来的。再来点料酒，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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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咋了？香啊。嗯，你不看谁弄的？那我这我炸东西了啊！你抠碎啊，朋友们！有点像川渝那边的办法啊。最喜欢吃的就是香菜牛肉了，我感觉有点像过年的氛围呢。本来就过年了。好了好了，真可以了。我拿筷子。啊，这是怎么了？我想我做了什么事儿？是谁在包饺子啊？现在还在和面啊、嗯！看这大面团儿，绍兴和面和的贼牛。嗯，面粉太稀了，现在。倒多了，再加点水了。走吧，我觉得差不多了。小时候我经常吃奶奶他们和的面做的拉条子，我不知道拉条子。对，这个时候呢需要给我奶奶打电话。哎，奶奶。哎呀，你看你吃饭了没？没呢。你看这是包饺子的吗？对，包饺子。今天不冬至吗？你们吃饺子没？今天吃了。吃了。这是我们一块种地的种地赵一博。奶奶好。哎呀，哎呀，我俩一块在这和面呢。有机会去甘肃看你。啊，好，我给他包饺子吃啊。行，这个是王一恒。哎，奶奶好。这是老师。老师。老师。奶奶也看节目。哎呀。你也看。哎呀。你们点红心。哎，点红，天天刷视频点红心。哎呀，奶奶冬至快乐。啊，快乐快乐。行嘞，那你多注意身体啊，奶奶。拜拜。这一阵啊，干桌子嘞，可以漂亮。南方过年就很少吃饺子，很少吃饺子。这个那个擀面的诀窍是什么？用手擀。用手擀。对。大得有双手啊。哎，有放什么那个暗器吗？没有。没有暗器啊。可以放个蒜吧，要不。可以啊，来。哇，这腊八蒜好闻着很香。哇，但你知道这腊八蒜吃下去，我告诉你，几天你洗澡毛孔也是散发这种味道。浩哥说吧，吃到这个的人会怎么样？这样吧，玩把大的吧。我觉得公司一直都没有这个奖励的机制，吃到的发个红包给他，公司出账。可以啊，我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个数目我们，数目88，可以，88块8毛8。幸运饺子。大家在干什么呢？握个手。不是你什么档次啊？啊？哇！哇那个来立正，快叫啊叫叫！我是狗啊，我叫。不是，今天的承诺，来，大家把耳朵听清楚了啊。三哥晚上好。他欺负我，这我就
底了。还有，你我，老五。好，这是王一恒。然后你即将要跟谁说话？老五啊。哦，老五啊，好。你这你还叫他老五？李正，叫。一恒哥，晚上好。哎，这样唱个 KTV 呗。喂喂喂，今晚冬至给大家来个冬至音乐会哦。哇！那我们四个合唱一首地记的名曲《牙》。倒也不必。我很期待你唱《牙》。我很喜欢《牙》这首歌。开始。但是我唱那就是亵渎。没关系。纯粹亵渎。哦。来了。还有 MV 啊！我天啊！啊，我们又是过命的交情了。你干啥了？加油加油，我们一定会撑过去的。然后当你小心没事吧。放包住，放包住，抢的人多。我想哎，关掉。我说你怎么唱歌那么好听呢？太低了，唱不了。我想我会用心守护她，等春夏会长大，抵过冬霜侵蚀她的枝桠。我会填平黑夜和暗涌，直到我上不去。荧光的方向。真身你。新的梦。真身。李刚源呢？在后面。他躲起来了，快，走吧。守望年长。你快试一下。我上不上去啊，这个。你用你最大的能力。我要唱离下。我要唱离下。最后离开的夏天，离开了我的夏天。哎，有了。我天啊！哇，李刚！哇！哦，来了。下来的人彼此相拥，轰鸣声响彻长空。是谁的故事？谁是观众？言不由衷。我天哪！唱，怎么有种在 KTV 包饺子的感觉？我在 KTV 包饺子。K 包。怎么那边离下了？感觉。好奇怪，明明在过冬至。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会让人。饺子来了！哎呦，这饺子真棒啊！嘎嘎大。哎，这是羊肉的，牛肉的。小何，羊肉的，牛肉的。等一下，问一下，不对，问一下牛肉还是羊肉了？牛肉、羊肉，羊肉是吧？羊肉是吧？羊肉的。好。
后了我们的嗓子就是人均的嗓子快破了都快。羊肉的，好，羊肉的，好好好 ，OK OK， 羊肉的，听到了，听到了，没，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给咱们端过去吧，这个行。哇，太吵了，这边。哎，端进去。你们先吃汤圆。我的妈呀！我的耳朵，太吵了，这边。这边就可以先下饺子嘛。吵死了，这里要懵了。允许你尝一个，看它熟了没？好，大哥，我这个不辱使命了就。哇，感觉这个很有嚼劲啊，这饺子。嗯，快快快，拿盘子，快。这边，走你。我觉得今年这样，咱不要先端过去，因为端过去就没了，我们就放到这儿，就放这儿，就放到这儿，凉着吃也没关系，因为去年吸取去年的经验。主要我们今年吃饭得有仪式感，去年就没有那个仪式感。行，谁在谁吃。哦，都过来了，今年要一起吃啊，今年都不能吃啊。哇，好香，饺子吃一个过分吗？不过分，不过分，这要尝一尝，尝一尝，替大家尝一尝。哦，麦哥，还有吗？我尝一个。今天尝，先下手为强了。啊，这个肉，花椒，来，今年一起吃啊，都不能动，去，都回去坐着去。对，大家都不吃。大哥说了，都回去坐着。我们一口都没吃，我们饿的，冻的兮兮，饿了，饿惨了。但我们说了，我们都没吃。大哥，有人偷吃？谁偷吃了？卓儿偷吃，你看嘴里嚼东西。你看，你说怎么处置？你也吃一个。我也吃。你我跟你讲，我把大哥嘴掰开，它里面都是。哎，要不我先拿进去那里面。拿进去不是害怕他们吃完吗？不是只有俩人，人都在这里面。可以。吃饭了啊！好重，好重，好重！哇，那是啥？哇，哇，哎呦！地三鲜。哇，小童牛啊，小童！吃粉，吃粉。等等再吃吧，先把照片拍。真快，一年了。去年的对，一年了。三二一，冬至快乐！耶！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说个吉祥话再吃。说吉祥话。对对对，说个吉祥话。祝大家大哥先。啊，不是从弟弟开始啊。这样，我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对。哦。啊，棒。自由逐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哦。要加手势。天天开心，开心快乐的过每一天，开心最重要。冬至安康，长安长乐。哦。2023没剩下几天了，希望大家在剩下这几天呢，可以完成一下今年还没有实现的愿望。祝大家一切顺利！耶！哦，身体健康，2024年可以一整年不生病。嗯呐。哎，我们这边说啊，冬大过年啊，就我们一起过了个冬至，证明就是过命的交情了。嗯、哎，那么这下，希望啊。每一年的冬至虽然有可能不一起过，但是哎，我们也保持一样铁的感情。嗯，也希望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压力的话，也可以时不常的发疯发个癫，对吧？然后就是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璀璨人生啊，开心快乐，好不好？
今年呢是应该是我们算一起过了第二个冬至，第二个冬至了，就期待接下来呢能够每一个冬至都能和大家一起去过，就是年年岁岁有今朝，天天开心快乐。我们是十个青年，冬至快乐。我可不管了，顾不及什么兄弟情面了。我来一颗。不是，那饺子咋刷一下就没了？这要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话，绝对破了。好吃，好吃，好吃！哇，果真自己家包的比外面好吃啊！今天居然吃上一个暖和和的饭，去年打战，打冷颤是吧？哎，是有人往里面包东西吗？有。里面包了一个腊八蒜，大哥，我打算就是吃到那个人，我们公司出资他88.88的一个红包，是那个人给每个人吗？啊，也不是不行。我吃了，好吃了。哦，发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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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发红包，发红包。对，啊，转账。没有，刚刚已经说了呀。哇，我运气我。但是这个味道我不太喜欢，那你得吃下去才能算是你的呀。对，你要把这个好，这是好运。哇，这个味儿好冲。哎，明天要干嘛？你不是早上5点去看日出吗？不是，你现在去看啥太阳？不是，它那个地方它很怪，它晒不到太阳，它只有一天只有4-5个小时。我去核对一下那个日出的时间。要不我们就把那个顶给掀了啊！我也想掀30万。那顶30万？对，问了。掀不？早就想。掀不了一点儿。我早就想掀。好，休息，明天继续干。游学第二季出发。是出妹去了。啊，没有想象的那么冷，感觉厚衣服带多了。我感觉秋裤都不用穿。我也冻得不行了，买条秋裤去。这个是小的是吧？我拿个 M 码的，贼厚的。姐有颜色更好看点的吗？你藏在里面要啥颜色？这个秋裤颜色还可以，要穿着这个去洗浴中心。大棉衣啊，二棉裤，裹着棉被都藏不住。又来上学了，朋友们。咱们学龙虾是一门技术，其次就是我们要打点一下人脉。所有关于水产的命脉、行业的这个资讯，都要在这一趟旅程给拿捏了。你可以负责搜吧。可以。你好，你好，吃饭了吗？正在吃。哦，正在吃啊！笑死！上课，道家共生模式嘛，不影响水稻产量的同时，你又获得了一道碾技的成品虾。除了水稻之外，抹菌收入2000多块钱，没问题。哇，这个是无土的、立体的，再配的模式，这就是我们最想学的。这个太大了吧，这颗。好好吃，哎呦，太好吃了！哪个工种比较繁琐？浇花苗水那个。滴灌的话呢？不能用滴灌。那其实草莓是每天需要照看，除了晚上睡觉，白天一直得有人。挺难的，其实。那过年咋办呀？我们只要找到有大棚的地方就看。我看一下卫星地图。就是我们看有没有，比如现成大棚，我们租他一个也行啊。去谈。我觉得咱不要就是租那种短期的。一租就长租，对，就租几年。哎，13公里啊，有一个什么俊泽蓝莓，这是不是草莓啊？哦，有一个叫一颗草莓农场，可以找一个，我联系一下。走吧，我们去看一下吧，联系那个场地，找一眼，叫大哥，回来好好弄，大哥。我们去找拉棚一起，我去，对，走，我们去找拉棚，可以。我刚才找了个地方，就在附近，他那边都是一个草莓园区。哦，那边大棚挺多，咱们可以看，唠一唠，看那边。我们的方向就弄往那个哪儿弄呗，玻璃大棚找呗。我的水培可以用便宜一点。便宜点啥意思？就是像以前那种就行，便宜点，但是把它渐渐好，管理好也可以。我们去蓝里是吗？对，蓝里附近。他那边都是一个草莓园区哦，那边大棚挺多，咱们可以看，唠一唠，看那边。现在直接去丹东吧。啊？直接去丹东吧。可以啊，
去丹东吧，哇，你的丹东那草莓两斤卖180。最近是不是就是季节呀？季节反季，就是最近它是可以去了解。对啊，那么大一个。对啊，我看人家这草莓是1000克是一斤吗？两斤吧，两斤180，一斤90，这么贵？太贵了这也。哦，到了，这不到了？这是兰陵啊？是一颗草莓农场吗？这不是你像，正好你还可以聊聊草莓，是不是？这棚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左大哥，哇，你倒不行，这不跟去年的，这不熟悉的玫瑰棚门口那个东西吗？走，这跟去年的棚。师傅您好呀。他们这儿有滴灌的呀，这不就是完全是去年，感觉有点像啊，一模一样的。师傅，现在这种的草莓啊？哦，草莓在那边是吗？是啊，现在种西红柿了。老板，是老板吗？是老板吗？没事儿，是不是都喊老板？你好，你好，我们是来想跟您聊聊大棚的，能租不？这能租吗？就这样的就蛮好的。对，要不我们在后斗门那边种地。我们在山里方山村那种地的后那个冯双县。那个后斗门。奔跑吧少年。奔跑吧少年。对对对，奔跑就不能种地了。行，可以去你们大棚里看看草莓吗？可以、啊。看看草莓。我们研究研究。哇，你们这种的好漂亮。哦，已经有了啊，刚开花。哟，又白草莓呢，不是？对，能吃了。哎呦，能吃啊？能吃啊！真的？太厚颜无耻了吧，我这样。没事，二哥。真没事啊？我没吃过。可以尝吗？可以尝。谢谢。哥，那我吃了，哥。哇哦，好吃吗？好吃，好吃，好吃，真的好吃。哥，如果我们从苗期种的话，比如说12月种，它大概什么什么？现在种的话也可以，但是要找到那个机制苗。哦，就是往机制里种是吧？对，就无土栽培那种。培养在机制里面的。就是营养土那种类型的。对的，就比如说呢，像我在那个盆里面，它长好了，把它剪断了，再重新种，它还是可以的。啊、就是长，就是我买苗过来嘛。对。就我不要从种子种嘛。对对。啊。其实你们现在可以种什么？羊肚菌可以种。羊肚菌啊，羊肚菌是啥呀？算是个菌类吗？也是普通的土就可以种吗？哎，就是普通的土可以种。啊、现在正是种的时候。土栽吗？土栽。羊肚菌是它的生长周期是多久？60天。60天一茬。然后采收期它只有20多天。20天就必须要采完吗？就采完了。那个也快。哦，这样的。像你们是不是从来就不打什么杀虫剂啊，跟防草剂啊这些？那肯定有，就是说前期嘛，预防。等到现在开花了，那边是蜜蜂。哦，还有蜂箱啊，你看一下不？每个大棚里面可以放个蜂箱吗？放蜂箱做成啥？授粉呀。它长得更好。给它授粉？给蜜蜂授粉呀。啊，给这个授粉吗？给花朵授粉吗？那就刚好关在这个棚里面，它也不用出去了。它不会出去啊。哦。哦，这么多。对。哦。哥搞蜜蜂不？那肯定啊，你比如说养花养草莓，对，真可以，哥可以搞玫瑰棚、草莓棚，对吧？就可以搞完蜜蜂，还能做个蜜蜂，那叫啥？蜂蜜。哎，那啥，玫瑰花鲜花饼也是需要蜂蜜的。对啊，这个到时候可以让那谁，让旅行蜜蜂来，然后他们一个一个棚放，不让他们蹭，没事。哥，咱老板到了吗？他们那儿？来。老板你好，老板 ，Hello， 你好，你好，我们是你们隔壁的，隔壁村的哥。哥你多大呀？我89年，89年，对，看不出来，没有，新农人，新农人。现在其实也很多年轻人投入到农业当中，其实一个是个好的一个事情，好事情，传播更好嘛。是的，大概想要做怎么样个用途？如果要用，可能就整个这个吧。
我这里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是草莓采摘季，哎，我周末的时间会非常忙，就是有人来的很多，对，非常非常多，嗯，所以可能会周末不能干活，影响，就是我们周末可能对各方面都会有影响。明白明白明白，因为周末的这个时间，明白，一个呢影响你们工作，明白，还有一个嘛，因为现在是收获时间了，嗯，多多少少会给我们都会带来不，明白明白明白，理解理解理解，啊，行行，那我们就回去商讨一下，我们也去，好好好，行啊哥，辛苦，我们微信随时联系哥，好好好，好嘞，谢谢哥，你们早点回去，好嘞哥，随时联系哥，辛苦啊，户外冷，拜拜拜拜，啊。哎，主要他这边有大棚吧，是有大棚，但是还得，那这个肯定就是有一个限制，那人流对我们有影响，而且在这儿我总有一种就给别人家的感觉，对，给别人打工的感觉。前段时间导演不是一直在帮你外面去找那些大棚吗？现在找到一个地儿，节目组给他租下来，转交给你们来经营。好。滴滴滴滴到到滴滴滴滴滴滴滴到，看一下小狗，哪有小狗？哦，有两只呢。看孩子吧。哎喂，好啥呢？他好好抓呀。别抓，抓他们的下场就变成那个小狼。长大了还担惊受怕的样子，就得天天喂他们，给他们喂熟了之后带回去，就跟之前那几只一样是吧？嗯，想吃东西，饿了，那给他们带狗粮吧。上次也是干挖掘机的时候养抓的狗，这次又是干挖掘机抓的狗。他出发了，他出来了。看往里面走，哎，我去那边，那边那边，哇哇哇，你好臭啊，是不是？你这是妈妈还是爸爸呀？这是妈妈吗？不像。明天给你带点吃的吧。嗯，在那边估计吃了盒饭，不会吃狗粮吧？哥吃点狗粮，肯定吃。他啥没东西吃的时候，他啥都得吃。给我们给你带包狗粮放这，可以让你们仨吃啊。跟我们回少年之家不？这个给他喂熟了，可以给他带回家，好不好？抖腿干啥？别抖，不怕啊，不怕。吃吧。你就别再回头。全场拿起你的麦克风嘛，来跟我一起摇摆，大家说等到花开时候，心越来越真，哇，好完美的合音，Number Three Number Three，我们干完了，大哥说了，今天收工了啊！大哥说今天太冷了，大家回去给他拜年吃饺子。把这车装了，我们就回来。装了哥。哦，不对，挖机算钱的是吗？啊，要不再干一会儿？那再干一会儿，再干一会儿。我忘了这个吧？对，我忘了，忘了。这个多装两车。我先回去做饭。OK。今天晚上做顿大的啊！这是内蒙的爸妈。记得羊肉，哎呀，兰州的妈妈，哎，记得牛肉，还有缙云的妈妈，记得土炒面，哎呀，哈哈，炖羊汤。这大棒子骨啊！
炖一锅羊肉汤，哇，白萝卜，加点玉米，主要太多了，直接拿个盆了。咖喱牛肉，快过来，好拿。咋了？过来，过来，把这个拿着，把狗粮拿着。他咋了？哎呦喂！要给他带回去吗？他腿断了，得带去医院看一眼。谁弄断了？不知道，被车撞了。这次是撞车那个吗？对，腿被撞了那个，腿被撞的那个。他那一只没事，主要是这一只。得去医院看一眼，得先带这个去一趟。哎呦，你看那后腿，那小后腿，这后腿撞了，你看着他撞的没有？他腿瘸了。昨天那个被车撞一下，腿有点跛。昨天撞的吗？应该是昨天晚上撞的，因为今天上午就腿有点跛了。就是你们打算收编他们吗？对啊，肯定要收编啊。那现在得分开住先。对，先分开住，先放屋里吧。他今天晚上先去我们，只要屋里边有撞到，但不，你不能跟撞撞的他。那你先放多功能厅吧，那就多功能厅或者财务室行吗？对，他得打疫苗的才能。把疫苗弄完，那就。那只呢？你看能不能逮住他？我去看看。摸摸摸摸，哎，乖孩子，摸摸，别动别动，过来，来，给你，这儿有吃的。这俩跟小狼足能一个情况，一个是死叫，一个是胖。多摸会儿的，摸一会儿的。我挠手给咬了一下，没事吗？流血了吗？流了。你得打针。嗯，一块去吧，正好一块去医院吧。是不是也没事？破个皮。不行，他是野狗。我得打几针啊？我天。七针。啊！我得打多少针？七针好像。走吧，回家吗？好，大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不？养狗啊？啊、嗯，主要因为他腿断了，所以今天得给他带到医院去。还，回去商量一下，你是要抱回去吗？我们想着是，先带医院。哦，你去看看呗。行。哎，哎哎哎，哎，小心啊！这干啥呢？跑了。你咋跑的？跳走了一下。哎。那你抓回他呀，我看能不能逮住。抓狗也不是一天两天嘛，咱俩在下面不？不在，不在下面了，跑远了应该。不可能吧？漏眼。对啊，在那边，能堵住吗？哎，对，你往这边赶。别动，他出去就好办。你堵他，别动，假装我们走了，在前轮胎这，前左轮胎这，我这儿好抓，抓到了吗？别动，走吧。你要不戴个手套？走，直接走吧。走吧，那我们四个去吧。我，咋了？鞋掉了，完了，鞋掉水坑里了。快，谁过来把我狗抱一下？啊，不行。上去吧。太冰了。
其实打完针再去打狂犬也行，我怕耽误太晚。我先去吧。去就好了呀。那还谁还能抱一只？你能抱两只不？我直接去打针了。哦，当然不是一个地儿还。还不是，是吗？不是一个地儿。打针去了，两个地方呢。二哥，啊，帮我拿身份证呗。拿身份证？你身份证哪儿？我屋的那个最左边。行，在抽屉里。不是，你这会儿来干啥？没有，我怕撞上闻到我身上的味儿，抱别的狗。哦，抱别的狗。我怕我给你找不见，主要是。哥，你们先吃吧。你们吃完就去呗。对啊。哎。没有，我主要是他们分开的。打针去了。哎呀，战损了。走吧，发你地址了。好。200米后向左前方行驶。受伤的是你，那是高手。哎，给他起名叫鹏鹏吧。鹏鹏。大鹏鹏，挖机和鹏鹏。哎，那他们其实今晚是不是得留那了呀？主要是那个腿受伤的小狗，看他的严不严重，就照个什么。X 光了，肯定得。哦。到了，鹏鹏。哎，哈喽哥。怎么了？打疫苗。对，两只那个又是流浪狗，三只。然后这个是走起路来腿一瘸的，说是被好像被车撞了。你先打疫苗吧。要不是不是得照个 X 光，因为他撞了车，不知道他什么情况。是的，有可能腿会有像这种骨折的问题。他有起名字吗？鹏鹏。啊，你可以。鹏鹏。鹏鹏是吧？朋友的朋。大鹏的鹏。木字旁一个鹏。木字旁加朋友的。好的。打了多久？刚抓的。刚抓的。对，刚逮过来，刚救过来。哪个腿不好来着？他是好像是右腿。这个腿不好。对，走了，你看，他就是老是这么瘸着，走路也是瘸。走不了路吗？能走路是能走，但走路是瘸。要不是不得照个 X 光，因为他撞了车，不知道他什么情况。是的，有可能腿会有像这种骨折的问题。哦。这个腿痛哦。对，他走路就是这个。尿了。要给他拍个片子，拍个片子。而且我这几只小狗，我都想就是测一下它那个身体基本上的检测，就体检嘛。体检对，还有主要是细小跟那个犬瘟。对。那今天的话，可以先给他们做一些穿病的检查。对。如果说检查出来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你们可以先回去带养个大概一周左右，吃喝精神大小便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然后到时候再带过来打疫苗。好。那这个阶段是不是他们笼养比较靠谱一些呢？最好还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然后尽量的话跟那种像打完疫苗的狗啊先分开。先检测一下吧。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个腿有没有问题。腿先照一个 X 光什么的。好的。这只是吧？对，这个。没事啊，去吧。去，没事。怎么说，哥？啊，骨折！他这个治愈是治愈不了了，因为他已经完全发生了错位了。那手术通常是要隔一天安排，是得观察一周才？观察个两三天，看他吃东西啊，情况怎么样，然后大小便情况怎么样。哥，稳当起见啊。对啊。因为我们。最近那边的环境也不太好，我们家里有小狗，看能不能我们先让它住院一下先，反正它这种情况啊，如果说需要治疗的话，那肯定是需要住院的。那我觉得是这样了，就是稳当起见，两条狗都先寄养在这儿先，先给它关起来。对，走吧，没事啊。哎，这屁股都湿透了，放在那个里。啊，他俩放一块吗？不是，分开。去吧。给你做一下检查，做一下检查，我给你治疗一下，那反正我之后我拉个群，然后最后整体我再去结账。好，没事，可以吧，哥？费用我也会提前跟你沟通。哎，我这信誉信得过的啊。信得过。这个。没事。
哎呀，这哪算？拜拜，你俩，晚上再来看你啊。走吧，父母回吧。吃饭啦！我的天哪！羊肉汤，内蒙学到精髓了，你这是？这是咖喱牛肉。哇！恰饭，恰饭，恰饭！哦，那二哥你端一下。好，来大哥你先出。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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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牛了！哇！我端过去了啊。好，我那边等你们啊。好。开饭了，开饭了！少年之家吃饭了。我受不了了。你别急，哎呀。我能不急是吧？我也急。恰饭，恰饭，恰饭！今天的晚饭也太横了吧，这菜。这咖喱。哇，这一饭太绝了吧。还给他们剩了一些，先吃。啊，留了是吗？给他们留了一些。好嘞。那吃的可就没压力了。这个肉太香了。这也太大了吧，这么大坨咋吃？哪啃呀了？哪啃？直接啃。你在内蒙？但是杭州啊，这是。啊，拿一坨真啃，老香了这个。哇！啊！哇！这饭也太绝了！朋友要不这么的。以后你别干活了，一日三餐你包了得了。小头，以后不许干活了。你别干活，你再干活我生气。真事儿，太顶了这玩意儿。我这羊肉好吃。好啊。嗯，瞬间暖了。哎呀，我土豆没嚼咽下去了，给我。这么急吗？太香了，我天。嗯。跟一群土匪一样吃个饭，哇！哇！对一个食材最好的评价就是无盐，狂吃。哇！是来自咱三方爸妈的食材，内蒙的羊，兰州的牛，还有缙云的面。牛！哎，明天中午干啥了？不是明天干啥呀？哎，对，小童，你那个韭黄韭菜那个地要撒肥吗？啊，撒吧一块儿，撒有机肥还是复合肥？你们先撒的复合肥吗？之前，对，你们想要是拿有机肥覆土用。你们先撒复合肥，地不怕烧吗？没事吧？先撒上，再旋根给它翻到地底下，它是缓释肥嘛。啊，让我来看一看，明天的 schedule。啊，明天要搬复合肥过去，然后要买有机颗粒、菜籽饼、钙镁磷。对，这个我今天买。哦，对，圆得买有机颗粒。不买。不买？嗯。为啥？不想买。这大哥当时坚持粉末，你生气了。等一下，你们买多少呀？我问一下他。咱当时那有机肥颗粒算一亩一袋撒的。那四袋就行了呀。什么？四袋就够了？就定十袋吧，一亩撒两袋吧。十袋那十袋吧。那明早上是先去那儿，把车弄过来。回来俩人搬肥。到了之后撒肥。然后小河那边联系车，联系后天的旋根机。后天开旋是吧？行，然后那边收垃圾。对，明天得把垃圾全部收完。嗯、行。我天，我感觉一会儿就练不动了，太撑了。我今天晚上能练一下啊、哦。太了解陆卓了，给你们模仿啊。我跟陆卓发微信，来健身啊。OK， 约十点，我十点到了，我练了快40分钟了。我说你人呢？他说马上。好。快11点了，走到健身房了，电话举着呢。什么转，然后又转，又转进健身房，又转出去了，看了两眼镜子，又转出去了，然后又打接近20来分钟的电话了，然后 OK 打完了，哎，难为人。来，兄弟，你帮我拍一张。OK， 差不多了，明天还有事儿呢，早点休息吧。你问问小童，我哪次健身房我才是这样的？不一样，我和耕耘练的那个地方不一样，所以见陆哥待的地方也不一样。我推那地儿，陆哥一般是这样的啊。这个我证明确实有，我玩累了，哎，
喝口水。哎哎，这个不是我吗？我走吧，一波来，这样咱俩玩个大的，剪刀石头布，输了今天洗碗。好啊，一个人洗哦，来，剪刀石，但是玩那个腿的来。啊，腿不是没看过腿的吧？来，没有，来，你们展示，啥意思？石头的呀，石头剪刀布。你输了，你去吧。啥意思啊？这是剪刀，这是布，这是锤吗？不是，你们小时候没玩过吗？我都没听过，别说玩，你听过吗，头？我玩过。你玩干？玩过，山河都玩的。你们不行。不是，我们端，我自己端过去。不是，那自己端，自己端。主要是我想，我洗碗的时候你们也自己端过去。我自己端。你们端菜就行。哎，这个不要了。哎，这个不要了。吱声，这么当的？不是，这不是给他们留的饭吗？不是，他们那边还有新的呢。给他们再多炖点。兄弟们，给你们留的饭在厨房里哦，回来直接吃就可以了。哎呀，爱你童哥，么么哒。王一恒，啊，还好，真的，没感觉，没什么感觉，没打够，再来一阵。哦，饿死了！小松是不是给咱留那啥？已经热了，哇、哦，还冒着，哎呦，还点上火呢！天哪！哎呦！我的天哪！哦，这拿出来是羊排，我喝口汤，我天受不了。我这个汤。哇，这汤！好喝吗？行不行？行。哇！牛！这是羊。哇，牛，好喝。这羊。你该说面。哇，这天喝一碗羊汤太少了，我天。哇，天哪！这地我感觉种啥长啥呀。只在屋头了，无悔了，心已听得到，就别再回头。等到花开时候，我们会再重逢。下次就你唱吧，行不行？对啊，我一定要邀请。大家好，能听到你们的声音吗？我需要大家和我一起合唱好吗？我说的是粤语。举起你的双手 ，one two three。你让你数数啦、啊，对，我要教大家数数啊，不可以吗？就大家的英文需要我来 teach 一下了。Keep you, I'm hot girl. Why God not thought on that now?不好意思大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十九字歌，大家听我的声音，3、2、1，就再见。神经，每个人你都模仿一遍啊。
但我是卓远。不是，不是，哎，全场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是属于你们的时间，没有，跟我一起唱好吗？那是当，说再见，哎不，不好意思，听错了。他说不好意思，没卡上。哎呀妈呀，不好意思，没卡上，不好意思啊。哎呀，爱你们，拜拜，拜拜。模仿王一恒得模仿王一恒的步伐。王一恒步伐是这样的，再戴着墨镜，这样这样，不是戴着墨镜。跟招牌大杯香槟，谁能欺负得了我的心？要戴墨镜的呀，他要。可惜的是我没到你，你的几分钟。接下来我会带来我的新歌《行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就像一颗星星。谁的歌？李浩的新歌。真假？这行星。没听。李浩的原创歌曲《行星》，你有这歌？啊？他有这歌？他有。是的。他那个歌其实叫星星，他是带口音的，星星星星吗？说的是叫不是，是动物园的星星。哦，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天上的星星，我还给他说高级了。我以为是你要有信心呢。那歌词就是你一定要有信心。上写死假音。什么？他那歌是信心啊？不是，不是，是自信。他那首歌叫 Confidence， 你一定要有 Confidence。结果刚跟我说是信心的信心，原来口音这么影响的。到底是啥？根本没有这首歌。这首歌有，有改名了，别乱说，又改名了。这首歌还没发，但是已经有三个版本了。对，星星、信心、行星。因为李浩想现场说 OK OK， 大家给你们三秒钟，三二一，你就像一颗星星。我爱你们广州。我跟你讲，李浩可能本来有这首歌，现在没了。要把它给撤了，这首歌。差不多了，这片儿。啊，好辣！今晚你们早睡还是晚睡？如果早睡的话，就待会儿切着蛋糕算了。你看怎么过去吧，是不是？我打算是这么的，你说，我拿那个完全不是蛋糕，就是我平时吃的那种小蛋糕，就说，哎，就给他切个蛋糕，然后你们就捂着他的眼，然后他许愿的时候，给他把它换成正儿八经的蛋糕。蛋糕啊，哎，对，这可以，这可以，一定要有这个反差。那可以吧？就我想看到他失望的表情，死出了那个。有火柴吗？有根蜡烛也不太实际，我突然之间有个蜡烛。火柴没有，哎，你就这样子，我去拿个打火机。对，拿打火机。你说今天实在太忙了，我。你们声音再大点，我小童路口门口我都听得一清二楚的。我要不去他房间先看看书？你别呢，我再重回看了那一幕，他真的是猪队友，那书都看反了。你们半个小时不带翻一页，然后他最搞笑是什么？11:50说啊，我走了。只要想看他看到这个，我们给他惊慌错愕的表情。对，惊慌失措，还要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就这样，这样挺好的，挺好的。挂不住脸了，完了。但他肯定能挂住，你信不信？肯定能挂住，但会僵硬，挂得住脸才好笑。他说没事才好笑。等等，我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十个人凑在一起，是一个什么契机凑在一起？不是说去开会、啊？只可能是开会啊，对吧？哎，我不能走太久，不然他还以为我准备什么惊喜呢。群里见吧。群里跟你们同步消息啊。你别哪个猪队友发错群了、啊，你们。啊，我待会把蛋糕。藏在这衣服里面啊，然后我们大概到这儿的时候，然后捂着他的眼睛，别哪个猪队友把这衣服拿开啊！开会喽！来，一天到晚开那么多会。
开开！一天天的，一天天的，我真的不懂，开那么多会。来来，赶紧说了，说了来，赶紧说，赶紧开完吧。来来来，明天工作呀、啊？你约好了没有？这我约好了呀。挖机，你是约了几台啊？我要了一台啊，半夜要几台？够了够了。是九点出发还是九点到？现在出发行，过去就十分钟嘛，嗯，再卡个整点就行了。那这个就这样 OK 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嗯，那就这样呗。嗯。哎，在录制的时候给小童过个生日吧。哦，对对，你干嘛去？你干啥？你把这茬忘了？啥呀？不是，你这啥意思啊？就用这个，这挺好的。好。哎呀。哎，蜡烛，蜡烛，蜡烛，什么蜡烛？这个吧。行行行，蜡烛没来及买。这样，咱玩高级的。你说，咱中间抠个眼，你把那个打火机口、oh, 行可以就是浪漫一点哎来罗曼蒂克斯的 story 这就是有点简陋做企业嘛要能屈能伸第二季咱这个支出比较多我理解赵总说从我那开始节俭了我理解我理解来点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哦、许个愿先许个愿先许你先许你自己的对不对好能说出来的明年吃个蛋糕明年吃个大的蛋糕好三二一啊！哈哈哈哈哈！把明天也过了，明天到了，明天也过了，马上实现愿望了，实现愿望了。你看企业就不一样，企业不一样，这效率就不一样。五分钟过两年的生日，哇塞！你刚刚的表情很僵硬了，你。说今天公司不在，不是僵硬。金句是。我理解，我理解，理解，这是企业家的格局。我理解，节俭，消费降级嘛，都理解，理解，理解。我理解，真的许个愿吧，有应该有蜡烛吧？来，正儿八经的来了，哎、正儿八经的打火机了。更大的。哇！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不是，这通常不是唯一的，我旋转，是那个生日，是那个什么？旋转的生日。哇！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来。耶、yeah! ！哇哇哇哇哇！你别说，这个看着真挺好吃的感觉。冰淇淋蛋糕是吧？哇，这个很有食欲。哇，好好吃！哇，不是，我有个提问，跟他开会是真的要开会吗？不是啊，没有啊，嗯，就硬开啊，这个会。我开的好尬呀。不是，因为他真的相信从哪里呢？他想穿个洞，显得自己能够融入进去。当下你心里想刀人吗？没有，我觉得挺有意思，挺有意思的。去年演的太失败了。去年那是什么呀？你看书那个人为主。啊，生日快乐啊！哎呦，哇，这啥呀？应该是一个小王子的音乐盒。哇，精致啊！哇，哟，哇，这么精密的，看着，哟，珍藏好啊呀！那肯定的，不能给红包玩的呀！晚安，晚安。